下一步的分数的核对。请我们吃的项目的场位准备情况怎么样？请我们的现场的裁判分手致意一下，要完美了。 29秒，好了，非常感谢我们的师傅如此快的速度，我们呢，请现在的裁判把他们的作品搬至。要嘴巴是动的才是合格的，嘴巴不动的是不合格的。哎，这个火候怎么评的？火候还不在评判。谢谢你们出。